刘永全或者剧集不停咁操二头肌同埋三头肌，成功练出咗肌肉线条。而最近嗰啲社交平台就上载咗一辑性感相，见佢收起上半身嘅好身材。虽然只系露出一对长腿，但已经引起网民嘅轰动。再加上甜美嘅笑容，非常抢眼。从相中可以见到，佢喺船上享受日光浴，迎接夏日嘅到来。其实同行嘅仲有伍乐仪 ，Kelly 着上白色嘅比基尼，两位女神同框嘅画面真系好养眼啊！